气，所以这趟旅程请嘉宾放心的啦哈。那请帅哥美女看一下前面六道水柱，一个喷水迎宾礼，喷水迎宾的仪式，欢迎你们，请嘉宾们往前冲，请到前面船头比个铁达尼号的姿势，或者是阿帕契姐都可以，希望能够留下美好的回忆及照片啦哈。桃园三结义，相信更贴切了啊！北港北桃抛六米冰，第二天经过太阳的洗礼之后红彤彤，真像那灯光光。第三天主角就吃了八分熟，还是这样开始吃，开吃哦！还要去哪边地毯？到旁边，那边老师的左手边还是不湿的，你们能够自己盘，自己来取用，吃到不敢再吃。那你们手机上的筷子在哪？来，不用倒水，开了吗？有。来，拿起来看看。大了。用什么？用你用什么钓？用小那个小卷啊。拿起来呀、啊。起来！小可爱。小可爱，把它放掉吧。好，OK。哇，有尊高嘞。我有带，我有带卷卷圈。好，好。好，看中什么？不打字吗？好想去啊！大哥，我好想去。还没起来，还没到吗？10班。10班哈。哦。哎呀，那边比较有鱼货。对啊，那边是没，那边都是干毛虫。啊，帮助不了你什么。等一下，你刚刚想到一张，可以把它放掉，要小太小只了，六只算小只，五个小只要把它放掉。三叶子，对啊，三个太小只了。来，好棒。到这个内岸港，看了一下很多肉粽区，而且它这边有看到一些啊，来到这个港口。啊，是吗？昨天买的虾。这条是钓的，好吧，那就拿来刚好当虾钓了。试试看，这个虾可以钓到什么鱼货吗？蛮干净的。比较旧的肉粽，再过去一点有个亮点，其实下雨天啊可以稍微来这边躲风避雨啊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试试看什么东西会中呢 ？OK， 靠，哇，杆子凹成这样，哦，哦哦，这是什么？吧，我你喜欢跟你爸一样，很好，还好还好。你看那个电池，力量很够。Thank you.
哎呦，还没看，看十万对，十万对啦，我要十万对，没有，我这刚太软了啦，对啊。屌屌吓，搿你敢捌去未？敢捌去未？敢捌去未？你救未到？对，好，来，好，好 ，OK OK。啊！一起哦，一起哦，哦哦哦哦，来翕相者，翕相者，哇，错诶错诶错诶。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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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小黑在拉，他是很快上去，很快下去，很快上去，很快下去。你有看到他吗？啊？他在拉的时候，小黑在拉旁边拉的时候，我就开在旁边看啦、啊。没啦，你有看到在你嘿在你那边？你有看到那个？哦，好。但是我没办法控下去丢他、啊。你丢他前面就好了。看到了，他快速下去，他很喜欢追快速的东西。小黑只上下上下而已。我叫小黑回来一下好了。没了，你拉手了，还有拉人。你拿手没啊？没有，还在，还在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在前面而已。过来，你拿手。好，不要那个。他就拿手了。我靠，不要哦，不在。你不要这样当，这样直接上下就好了，不要这样抖动。小黑他是这样上下。你跟他谈吧，我跟他谈。我拿小黑想，你给我婆一掉，要不？抖啊！不知道成天。帅！哇，好帅哦！厉害哦！厉害！哦，厉害！果然是高手。看你那副点火星，哎，丢没？我刚也丢了。帅，刚好打穿他的脚趾。哎，他刚是透明吗？有东西来碰我的木架。八条的啊，
哈哈哈哈。